有一个影片想要献给你。你不知道求婚吗？十年前，爸爸离开了。这次我希望能够代替爸爸，向妈妈献上十年前没能来得及说出的爱与感谢。那时候爸爸过世得很突然，我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来不及喊他说。记忆中的爸爸话不多，比较严肃，但是他总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爱着家人，爱着妈妈。好，那快到了，要打给我。我刚刚打给我姐，他们说我们现在塞车，我不知道我妈等一下会有什么反应。嗨，多跑多。嗨，大家好。想要跟一个对我来说很特别的女生献上告白，那就是我的母亲林秀环女士。今天有一个影片想要献给你。你不是要求婚吗？十年前，爸爸离开了。十年过去了，这次我希望我能代替爸爸，向你献上十年前来不及说出口的爱与感谢。妈，感谢你年轻的时候愿意从南部嫁上来，嫁给爸爸。把这个家庭从无到有辛辛苦苦地建立了起来，那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，有开心的事，也有难过的事，因为有你们的爱情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。而我希望下一个十年可以代替爸爸延续这份爱，那也想和你说，你是最棒的太太和妈妈。但我相信此刻的爸爸已经在遥远的地方守护着我们，爸爸的爱没有远过，未来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幸福的生活着。很感谢我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一边辛苦的工作，一边养育我成长长大成人。虽然总是嫌你的双手因为做生意的关系不好看，但是我今天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你。未来换我来照顾你，让我代替爸爸向你献上永恒的爱与感谢。妈，我爱你。我今天不是要办29很开心啦，虽然很意外，但是真的是很开心我儿子长大。其实说婚姻是甜是那么简单啊，真的是要两个人多多的互相忍让啊，彼此包容这样子。